怎么样？玩够了吗？来啊，走！给我押上去，好生看管。是。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要杀要剐，快点！六姑娘，皇上御赐你一杯毒酒，就看你敢不敢喝下去。好啊，痛快，快点拿过来。姑娘不愧女中豪杰，端上来。姑娘还有什么话说吗？告诉那狗皇帝，我在阴间等他。好，姑娘不怕死，我也冒死替你传这句话。姑娘请吧。来呀，替姑娘松绑。是。这不是毒酒，到底是什么酒？你们究竟想干什么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什么都没干才好呢！啊，现在就让你进去干男人最想干的那件事儿。啊，什么是男人最想干的事啊？你进去就知道了。我什么都没干过。我，皇上满不满意啊？非常满意。嗯，把他推进去。走，哎，走进去。干嘛关我呀？你干嘛关我呀？哎呀，哎，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啊！好好看着，有什么事情跟我汇报。哎，知道了，相爷。嗯。放我出去啊！哎，放我出去！我犯什么法了？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啊！放我出去！干什么吧？是不是放毒蛇咬我？
什么事啊？姑娘，你醒了。左安，你不关我的事啊，是他们硬要我来的，他们把我推进来，让我哎呀，你害死我了，冤枉冤枉啊！我昨晚一进来看你那么难过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想过去看一看，可是你一把把我拉上床了，这不关我的事，真的不关我的事啊。昨晚阳光，原来是你毁我清白，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你。姑娘，你真的没事吗？我杀了你。姑娘，别打了，别再打了，别打我呀，别打我呀，姑娘，求求你了，别打我，别打我。大哥，大哥。大哥，你喜不喜欢我啊？喜欢，我喜欢。昨天晚上你舒不舒服啊？舒服，舒服，舒服死了。哎呦喂，那你还想不想要啊？想啊。真的想要吗？大哥，我好喜欢你呀！你真好，叫什么？哥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二蛋。姑娘，你呢？我叫柳絮。啊，大岁小姐。小姐，走。大哥。昨天晚上有了你呀，我才知道原来男人那么好。我求你呀，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？好，当然好了，我答应你，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，我永远都不愿意离开你。你干什么，姑娘？资金，我滚开！好。